极品创意大王，内容色彩丰富，光碟内容广东话发音，内容包括创意教室，教导学生绘画基本元素，电脑嘅色彩世界，画笔工具小百科。其实在铅笔上边刻有的英文字母，是代表着不同的铅笔特性。H 是指笔芯的硬度 ，H 度数越大，笔芯就会越硬，颜色就会越浅。蘑菇波浪舞入面，小朋友可以利用不同颜色的圆点创作。大王画板入面，学生有多种不同的画笔选择。漫画工房，学生可以自制生动的漫画。而回收海滩就教导学生废物回收分类。